来自河南商丘，我叫王毅，今年32岁，谢谢大家。今天给大家表演一个是我练了多年的小绝活，给大家表演一下。接下来有请我们的主持人，请帮我们配合一下好吗？你在干嘛？用嘴叼着。哦，用嘴叼。你干嘛呀？你然后嘞？然后呢？然后我吹标，我把这个气球吹爆。往脸上吹啊！你让他的主持生涯刚刚开始就结束了吗？好了，你放心，就这么叼着是吧？对对。哎呀，年轻就是年轻。终于有个垫背的了，要不然这活是你的。丁泽，我告诉你，作为同行来说呢，当然我希望减少一个竞争者。对。但是作为老大哥来说，我跟你说，你认识他吗？你跟他熟吗？他让你配合就配合，我这胳膊是怎么断呢？对吧？吴老师当年的那根中指是如何折的？中指很疼，目前应该是肿了。你等一下，你先介绍你的身份，从艺几年了，在哪块工作，然后你究竟成功率有多少，之后我们再来配合好不好？我这个节目我已经练了3年多了，尽量吧，反正不会有什么。你别吓唬我，吓唬我们马上转身就走。这种表演按理说你自己带助手的，不会有什么危险的。如果一旦出现危险了怎么办？对，怎么办？我全部负责。你先压20块钱放着。今天来的时候钱，今天给我就值20块钱呢。要勺了，要勺了，是吧？要勺了，没有问题，确定没有问题。嗯，好嘞，好嘞。早说嘛，丁哲胜。来，我站哪边？站这边，站这边。斜着一点。我觉得他这个爆了以后会整到我的嘴。没事，没事的。离那么远啊？你手，他手要扶着那儿吗？拖着一点也行。哦，最好不要抖，害怕，最好站好不要抖。我觉得这个节目就是他为什么用嘴叼着呢？就是想造成一种悬念感，然后刺激。但是你不应该让我们主持人受刺激啊！你相信我的能力就行了。对，别来这句，我太不信你了。用手，用手，用手，好不好？用嘴真的是我都太害怕了。钢钉，哦呦，就是那种钢钉，这个要真呲一下就关上。对，这从那面出来，那破相了。来，继续。接下来还有一个，还有是吧？小的，来，小的是吧？来，明谦哥。真有意思，我还真不怕这个，但是我，哎，怎么这材质不行是吧？你在夜市上干过吧？不行，这确实不行。那木头，木头把电就倒走了。哎呀！没走。你做两把，让我们知道你的实力。之后你让我用手拿，用嘴叼，那我完全可以配合。真的吗？这真的。好嘞。君子严肃。哎，每次他都是要从侧面过去，因为站在前面那个距离太近了。哦，他必须有点距离还得。让他发坏的，增加难度。好，哇，来吧，敏健哥。敏健，说到做到。这下放心了吗？说到做到。你下一项表演，我看你后面道具挺多的，一样一样来，别着急。好嘞，上道具。是很危险是吧？就很适合敏健。哇，还打移动靶吗？我让你躺在上面，你干吗？不是，我得知道我干啥。躺在上面，你先躺在上面，我再告诉你干嘛。敏健哥才不上当呢，你也得给敏健哥解释清楚。不，你先躺在上面，我飞刀。你说怎么办？找个人配合吗？是，必须找个人配合，不找人配合的话，我一个人表演不了。哎，那你得在我们。这么着吧，现场观众里面找。这位选手，你把你的那刀先拿出来，让敏健看看什么刀。好，别让我看，给大家看看。
到时候大家谁愿意上来帮助他，那玩意儿我指定我排队还排不上，是吧？假如那刀要是不这么快的话，这个刀应该没人和你抢吧，明剑？姜老师看了以后有何感想？这是刀吗？这是？这不就是匕？这个是匕首。对呀、啊，匕首吗？你什么意思呢？然后你把这个，关键你的刀是真的假的？你那么往上。哇！然后你那意思让敏健躺在这个板上，你剁他身上，然后呢，往板上来。哦，板放在他身上。敏健，那没关系，他又不往你身上来。哦，放，对他搁的是板，不是搁的你的身子。我觉得啊，类似这种表演啊、嗯，一个是考验你，更考验的是那个敢上去跟你互动的那一位。我觉得真的，敏健，咱说实话，刚受了伤。也别让他再参加这种活动了，因为他那还没，这个肩膀这儿还没拆线呢，你这儿再来，这不再缝几针，麻烦了，这不是，对不对？那好吧，那接下来我想，我来吧，我来，我来，姜老师，好，我来，姜老师，我来了，要不吧，姜老师我来吧，姜老师我来吧，你来啊，不，啊，那你来吧，我给你，你真是你这。我绕了半天，你这姜老师，你不按理说你稍微有个三番五抖，你稍微客气客气，我哪有三番五抖？咱重来一次行不行？我直接来，从刚才咱倒下带，咱重来，从刚才那块儿重来，重来，啊、来开始。你来吧，姜老师，姜啊，你来吧。什么？姜老师，你说你来，你先说，我来。哎，你先说我来，从你那儿开始的。你来啊，你来吧。我不来。那你说，你来。我说的是。我来吧，你来，你来，我来啊，来，你来，你来。我说我来吧，你躺下，我来。不，你这表演，你真应该自带一个人。你是咱们都不认不识的，我就把命交给你身上，我真的。现场有没有敢的？现场有没有？这么一说，现场都不敢了。有敢的，我们请你吃饭。有有有，那儿有个敢的。好，还有个女的还敢。哎呦，真不简单！你挑一个吧，你挑一个，你挑一个。这个女同志也敢。哪个？让她女同志上来吧，让女同志上来。哎，好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吧。女中豪杰呀、啊哎，真不简单、啊。哎，姑娘，来一下，问你啊，你是为了姜老师那顿饭啊，还是真的想试试？还是为了姜老师？不是，你别管他，就睡呀吧。那不是你就是想试，别后悔啊！哎，你看这姑娘，这两条霸气的浓眉，我跟你说，你这事儿就办得太地道了。不后悔吧？他要真有什么三长两短，下辈子他是我老乡，我下辈子都交给我了。这是老乡帮老乡，这个哦，你也是那边的人啊？啊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你在上面千万别动哈。怎么躺？你交给人家，还穿个裙子。哦，这么躺。哦。哦。这了不得。啊，因为这个板儿，这个板儿绝对的折不住这个身子。我像了，姑娘，你把脸挡上。那俩浓眉千万不能毁。哎呦，别开始了，别动啊！那别动，对，就是在接下来的表演过程当中。哇！站！把他吓！站！把他吓！姜老师，你别出这动静行不行、啊？不是，我这一喊，这女的就一动。来，等等，我想采访一下你此刻的心情是什么样子？我好激动啊！你好激动啊？不紧张啊？紧张，害怕。加油！哎呀！哎呀！歪了！刚才失误了一次，那得甜了。赶紧扶一下吧，赶紧的。哎呦，不是，我说就这个女同志也是，生活很美好，你有什么想不开的来干这活？哎呦，好了，您先下去休息吧。接下来我还想让他给我配合一下，既然配合了，配合到底。敢吗人家？就是你让他怎么配合？对啊，让他躺在这个板上，然后头放在那个板上，
一边一把刀，我让他把他的头给他封起来，用刀。不，你这个语言组织的就不对。他把脑袋放在上面，你的意思是说啪啪在他的耳边，两边扎两把刀，两把刀，然后还不会伤到他。对，是吧？对，你别用刀把他脑袋分开了，你是啥话呢？既然来了，就咱好人当到底哈，这种事儿，哎，来吧。就是现在所有的观众都会骂咱们，说你看你太不敬业了。不是不敬业的问题，你说。哎呦我天哪！你看把我们评委几个吓的，哎呀！哎呦！我手心都冒汗了。哎呦！你们是被吓着了还是怎么着？就算不给他鼓掌的话，也应该给这位姑娘鼓掌，对不对？刚才咋想的？然后呢，馆长呢？我再告诉你们个事儿，他呢是他媳妇儿，怪不得。来，你们两个先站一块儿，咱们先聊。你是开玩笑还是真的？没，刚才导演告诉我的。你真是你媳妇儿？我媳妇儿。你说你这谁敢当你媳妇儿？你说这太不容易了，你说这天天冒着生命危险当你媳妇儿，没办法。不过我媳妇儿很支持我，很相信我。她就缺心眼儿呗，还这么相信你。你们两个是因为这个表演之后结婚，还是因为结完婚之后你实在找不着助手帮你配合表演？你说媳妇儿你上吧。结了婚以后才表演的。那你为什么要配合她做这么危险的表演？因为她是我老公吗？你真的很信任她吗？我信她。你到现在就是她玩刀子玩了，在你身上扎了多少回了？扎了五六次了吧。扎到，有，就是严重吗？反正当场都流血了吗？最严重的一次是，最严重的一次就是刚刚演这个躺在这个板上，一刀扎到脖子上了。刀疤我还看到了。天哪，跟他练了多少年了？三四年了吧。你老公要不要特别谢谢你老婆这么配合你支持你拿命陪你玩啊？没办法，只有自己的老婆才相信自己的老公，拿别人的老婆谁干？不，人家都不愿意，肯定不愿意的。你是，你别理直气壮的，人家大家都觉得你这个老婆为你牺牲特别大。对呀，你得表现表现，现场。不过是今天是我老婆的生日。对呀。今天是。要对我的老婆负责任，老婆我爱你。就一个这个，刚才送他那几刀就是送他的生日礼物吗？哎呀，接下来我还想请那个张老师，挺喜欢你唱歌的，接下来我想请你帮我配合一下。飞刀吗？飞刀。行，这该唱歌没关系是吧？飞，今天不是我的生日啊！他飞你的时候，你可以唱歌。今天虽然不是你的生日，但是来年的今天别成为你的忌日就好。不是他老婆躺的时候失误过，是吧？我这样不行，我不要手了，我脸我还要，我还得唱歌呢。你可以吧？我心在跳，没抖。我觉得真的应该为我们张伟红这个鼓鼓掌，这胆儿真不小。还有什么？接下来就是让我老婆站在这个板上，弧形的，我要用这个刀从她的身体上面到下，从下面到上面，一直让她到她的。这个位置是能行吗？你别忘了啊，你给我一朵花，你是用了两刀才把个花弄惨了，知道吧？好嘞，尽量。
老婆也害怕。干。我原来以为你老婆不知道是你老婆的时候，包括她演完了以后，她都吓得那个样。我一想啊，她这是表演，故意觉得很紧张的情况。但是我刚才看完这个，她不是表演，她是真害怕。她也害怕。你玩弄得太悬了，你没开刃呢。要开刃的话，接着就把脖子给抹了，真吓人。这个活为什么要非得要演这个呢？你岳父岳母知道吗？知道。他们支持吗？前段时间刚开始不支持，后来慢慢习惯了。哎呀，你这活儿，你真的，你多亏了你找了老婆再练这活儿。你要是会练完这活儿，你找老婆谁跟你啊？你说说。王毅，你的口才很一般。你在台上说话真的很不行，光能练不能说。但是呢，你这活儿还挺实在。没有一般的人这个胆量，你玩不了这个。虽然对这个节目我保持我的一定的一个质疑态度，或者是我对这个节目我拿不准，但是对你的这个练功，我觉得还是应该给你一票的。谢谢江，谢谢张老师，鼓励票，因为爱情。谢谢张老师。为了敏捷，为了我们的丁哲，为了咱们的张评委，我把这票投给你。谢谢，谢谢你没有伤害他们啊。那就恭喜晋级，谢谢。